集由崇文社 Carmaster、 一客馆、新世纪、诺亚方舟、纸牌屋以及香港 Press Car、 北京卡拉河、广州废柴猫、槟城 Apple Brothers 赞助播出。快点要我哟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主解说 C 案。今天来介绍我们的波士可多拉小人牌，来看它的特性非常的酷哦。当它是满血，注意满血的情况下呢，如果被对方攻击致气绝的情况下，我会剩下十滴血。哎呦好酷哦。所以说对方就算怎么样，你把我秒杀了，我一样会剩下十滴血。重点是我的伤害是160哦，我打两下的话，很多 VMAX 也是可以被我击倒的。但是它能量需求必须要到四颗能量，有一点点尴尬就是了。但是我们如果养了出来，二三回合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做进攻的。所以我们整副牌的重点就是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，以及要怎么样想办法把它留在场上，而且是满血的状态哦。好，好了，先看到我们其他的功能牌智慧星小聪明啦，它可以抽一张牌哦，应该说。你选一张牌放到桌上之后呢，再抽一张牌，然后把刚刚选那一张放回去，就是交换的意思啦。那这的话可以不但留住你刚刚可能需要，假设糖果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糖果可能需要留住，但是我又必须要博士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糖果先留住，然后直接博士啊。这个只是一个举例而已。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哇，卡比兽难得出现哦，当初给他的评价其实蛮高的，但是现在用用觉得说浪费一回合送一张奖励卡好像也还好。来看一下特性哦，他的特性是。你如果这只宝可梦在前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手牌补满七张，回合结束。这一张的话，我自己觉得一些小人牌是可以放的，像我们这种牌的话，就非常的适合。那当然，我觉得一张的话，就是你要做的话，就是看能不能先做出来，直接来做这个换位啦，或者是起手就是卡比兽，当然最好。那就是你能铺多少，做多少事情，就赶快做一做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的进化成这个波士可多拉嘛，以及我们的来青铜钟。这个特性就是你看有人就想到了，他的打法其实有一点点跟我们的钢铠压蛮像的啦，就是你看我们既然不会死的情况下被对方攻击之后，那我们就把能量转走，直接用我们的雅米把它补满，补满之后呢再用青铜钟把能量转回去160继续做进攻，这样懂意思吧，好不好？还不错吧。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来放一张枪响齁，就是怕卡住啦。假设你起手先手情况下你什么都做不出来，不如枪响直接来做这个抽牌填能的这个动作齁。那你有可能说用它来收掉对方的一些比较可能刚养好的一些宝可梦，或者是你可以先中230，然后再用我们的160来做收头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齁，就看情况做使用。以及来梦幻，这个放梦幻怕对方收掉你后排的，假设你还没养好的小只的，或者是后排的这只蛮重要的齁，这只如果被收掉的话，我们的雅米轴那种转能量补血轴可能就有点难出来了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对方针对你这只摸掉的情况下，至少我们前面这只是满血的齁，能量可能也许还会在，所以这个就可能看自己取舍了。那对方可能会攻击你哪一只不知道。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来超梦，这张非常重要，各位，我们音乐资源者匮乏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东东鼠嘛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插字符之类的可以帮助你预牌，只有一只枪响可以帮你这回合可能卡住的话可以抽个牌，但是如果有超梦的话，我们就算把雅米博士玛丽丢掉的话，用它搭配我们的回收网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的 combo， 以及我们的智慧星，看得懂吗各位？来从墓地齁捡一张志愿者放到牌组的最上方，然后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小聪明就可以拿到你刚刚需要的东西。那我们想要重复使用的话呢，直接用我们的回收网回收回来再下下去，那我们志愿者是不是就可以用很多次。还有个情况就是来各位，假设说我们的波士可多拉剩下十滴血了，那我们可以把能量转走，用青铜钟转走之后呢，回收回来再进化另外一只，进化上去的时候再把能量转回来，又可以做进攻啦。这时候就没有说那么依靠雅米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多很多的 combo， 所以看情况做使用。好，那这个钢补丁四张，熏香两张，交通讯两张，仙酒四张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？糖果四张，水许三张，然后这支援者这样子配置应该是还 OK 啦。不过我比较怕说我们的绿牌只有七张，可能会有点卡，所以芒果建议齁，你的卡比兽以及你的枪响尽量能赶快做出来就做出来吧，好不好？那这副牌的话建议也是抢先手。来气球放一张的话给谁用？给你的这个智慧星用两费撤退，以及我们的这个枪响齁都可以用这两张比较好啦。那剩下能量的话是九张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本影片由 Proton 合作播出，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序号商店，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单后序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。不是代码还有折扣咯。
那这副的话，芒果建议还是抢先手啦。火，克数倒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们最后也会剩十滴血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看我们的棋手如何。哇，这棋手没有很好欸，糟糕了，我想一下，这棋手蛮烂的欸。嗯，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一只卡比兽吧。来个先机球如何？敢不敢给我一只怪物？或先机球，火系哦，那我猖想是不是不应该出去？哎呦，贴个能量，好好看一下。哇，什么都没有欸，我想一下哦。好吧，全部直接博士吧，我什么都动不了。嗯，我想想哦。然后 switch 我都要被摸掉，我不会啊，我想一下。哇，这派谁上去都不对，我想一下，各位我想一下哦。亚米丢一下好了，然后来一张这个 switch， 然后补满七张。这手牌好像也没有很好哦，对不对？我想看哦，这种情况，嗯，look 一下，他的是小 V 嘛，所以小 V 100滴乘以2 200的话也是可以打我，但是我会剩10滴。好，看看怎么做。嗯，人呢 ？Hello， 好，两颗火，他现在是动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哦，哦，动不了，我想一下，动不了。哎呦，神抽，我想一下哦，这种情况，我想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想想哦，各位，这种情况我觉得先玛丽吧，他可能会有古月鸟，所以我觉得梦幻可以留着。这手牌哦，那动不带起来，嘿，这样子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想一下怎么做，这是先上去，然后抽满七张，那就用这个，因为都是抽三张，哟，这手牌就 nice 了，各位。好，我们的一些，可是我们青铜钟还没有出来耶。对方是不是非常之卡呀？这只卡比兽已经准备打算送给对方了。啊，怎么没有动作？动不了吗？哦，喷火龙看起来又卡了，我觉得丢交换通讯哦，有焊接 ，OK， 那没问题。哇，移动神，我想一下，移动神，移动神，他要300滴这样打，我想一下，300滴哦，好，这送你吧。200滴哦，200滴的话，好吧，就送他吧。再拿一只小 V。好，小 V 出来了。那他也只能打那个啊。哇，痛！直接狙叉打只小吃的，太浪费了吧？我想一下，好，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还是得揍他了，好吧？先来一个，我想一下哦。先来个进化吧。可是我们现在动不了，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。因为我们青铜钟还没做出来，想一下哦。喷火龙，好，先这样子吧。哇，怎么做不出来？我的那个做不出来，我的小青铜钟，青铜钟啊，太可怜了。好，丢一，再拿两张火，一张了，剩一张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230，
我们的 combo 现在还没有完成哦，要小心一点哦。不过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就 OK 了啦，应该等一下就完成了。好，来吧，各位，该我们表现了。首先呢，应该是要先钢补丁，给他，给他，然后换位，哦，然后我想想看哦，现在主要的还是赶快把我们的做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玛丽先，他手牌太多了，码一下吧。我们的青铜钟有了，好，先这样子吧。然后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嗯，好，160，他可以用逆鳞啦，看他要不要用而已，他是可以用逆鳞的。160贵重球没后排了哦，两张喷火龙哦，哎呦，我们看他派谁打好了。哇，怎么又抓这个，我想一下，哇，这有点麻烦了，各位，看一下1 2，好，再派，再送你一只吧。哎，这个有点麻烦了，各位，他这个绳子有点多啊，用小只的打，好，继续。他不打我的波尔凯尼，不，那个波斯可多拉，哎，给你糖果丢，再做一只我就不相信。好，玛丽有回收网。我们这个打回来，等一下下一抽齁，会是雅米，把雅米放回去。他等一下打我打不死的话，基本上应该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这样子。OK， 好啦，该是我们的表演时间了，各位。看他用谁打。我们至少可以撑两，我们至少可以撑三回合。齁，三回他都没有板木的话，三回合一定撑得住。所以应该 OK。那现在我想一下哦。他如果我们没有板木，不然其实蛮想拿板木的。应该是用小智的打，我在猜的。哦，一张而已，是不是？看要用哦，用波尔凯尼恩，好，合理。好，220，有特性，噔噔噔噔，补血。还有十滴血，这时候你看芒果翻到雅米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必须用特性先把它转走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能量转走，转走之后呢，再使用雅米。来，雅米先补血，好，补满，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哦，把能量转回去。2 3 4 ，OK， 然后不转了，把能量转给他吧。先这样子吧。想一下怎么转。先这样子吧。守田，再回来，再拿雅米。他等下势必要用小 V 或那跟我打，对不对？小 V 或者是喷火龙跟我打，希望可以抽到板木啦。我觉得板木可能比较重要。好，现在芒果满血状态，他等一下，好，一定又会打我。打我的话，那再补一次雅米。熏香哦，熏香好像也可以，可是我没有糖果哎。而且芒果的智慧星还没有出来哦。来看他用谁打。喷火龙哦，逆鳞是不是？好像可以哦，好，460逆鳞，哎，不对，他打第二招哎，那就一样咯，各位，我们就把他转走，哦，把这转走，转，
他绳子跟板木用掉蛮多的，对不对？板木一张，绳子两张，所以板木还没有上手。OK， 好，再补，然后再转。我们网子已经没了，小心点哦。所以下回我就应该他就死了，我就猜的。好，先这样子吧。熏香要打吗？糖果还有两张，来先打吧。一百六，三张，来张板木吧。有板木应该就 OK 了。没有板木哎，各位，而且我还没有糖果哎，尴尬咯。我这不能丢啊，丢了我的波斯可多拉就没啦。白蓬蓬哦，拿板木是不是杀苍响吗？还是拿焊接弓？印章哇，我觉得好像狙了。哎，没有用哦。好，再补血。我想一下怎么做，来个博士吧。哇，神抽，神抽，神抽！各位，还有戏，还有戏，还有戏！我想一下怎么打，我觉得还有戏耶。想怎么做？这种情况呢，我想一下哦。这个先丢，然后星星，然后我想一下怎么做哦。星星下来。Switch 哦，我想一下哦 ，Switch， 哦，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？嗯，先击球，因为我现在想要糖果啦，我不知道怎么抽到糖果。有糖果的话，我这次也蹦得出来哦。没有，那我觉得我们用苍翔打吗？哦，好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板木在不在？板木也没有板木，哇，我想一下怎么打？没有板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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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等一下会拿板木吧？还是先打。哇，有板木就好了，各位，我想有板木，哎，洗乱一下顺序吧。板木两张在里面，我单拿板木就赢了，没有板木啊！想一下哦，对不起，让芒果想一下，我如果回来拿牙米在手上，我想一下哦，他等会拿板木杀，所以我还是得打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还是得打。不行，我觉得打他板木杀我后排前排都不对啊，他杀谁都不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打。好，就这样子吧，没关系。白蓬蓬拿板木，对，杀谁都不对啊。看一下哦，板木有一张嘛，焊接两张，有 switch 哦，换别人打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哦，哦，他刚手牌动不了啦，所以不敢板木。板木完杀掉这只没意思，因为我这只还是满血的，满血的打完之后剩十滴，他也摸不掉我。哦，这样好像有道理。好，熏香应该没了。那感觉他只能派小 V 出来挡一下呢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挡一下。那芒果用，我想一下用什么打？用，看能不能拼到板木了。只能好像板木比较好吧。好，用小 V。哎，这样不就输了吗？我有苍响可以打哎。好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波斯可多拉打，好不好？来，
欸，熏香哦，好像没东西拿欸。没了，换位一下吧。没有了，好吧，那就这样直接打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结果波斯葛多拉只有表现到两次还三次啊，其他还撑蛮久，有没有发现？他撑蛮久了，真的撑蛮久欸。啊，我应该用博士齁，然后我来拼拼看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好，直接打吧。OK, 230, 击打。可以啦，好吧。我们的这个波斯可多拉在前面撑了这么久。对方的板木是没用到啊。一张而已。好，打了1000多伤害的这个波斯可多拉。那这副牌我自己觉得它就是因为二阶而且偏麻烦啦。它的 combo 非常非常多，那前置作业也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要玩的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宝可梦日可以稍微玩一下啦，如果喜欢它的话啦。有人喜欢它吗？好不好，他是真的蛮帅气的啊，不过他在之前的卡牌游戏中应该说每一弹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出众、哦、可能就想玩就玩玩看。好啦，那芒果今天这个粉牌、哦、小人牌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, 我们下次见。